你不能拿钱图陪他玩，明明姐。周一鸣是个说话算话的人，这份合同是我不让他签的。 惠子，这样，你再去和那周总聊一次，合同上有什么条款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，万事都有的商量。啊，现在，马上。明明姐，我觉得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。惠子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看人拜托准一点，有些人是很有钱。 也很大方，买衣服买包都没有问题。到了许个钱，做的时候跑的比谁都快。这种人呢，就是想跟你玩玩，不会真的对你付出。这样，你再和他谈最后一次，要真的不行，分手，当认清了一个人。嗯，惠子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？ 你给我团里签的合同啊！我们的合同里都标出来了，我们的团里任何一个团员都不能谈恋爱。他要是不能对你付出，你不能拿钱图陪他玩。明明姐，周一鸣是个说话算话的人，这份合同是我不让他签的。啊？反悔的人是我。看你这个样子，我也没法再劝你了。可惠子，你要知道，你和团里签的是专属一人合同。 如果按照规定，我得停掉你所有的通告，让你休息一段时间了。我明白，我会遵守合同的。嗯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明明姐，打扰了。惠子，你知道吗？每年团里都会进来很多年轻的新人，他们刚进来的时候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而且会为了自己的梦想竭尽全力，为的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，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明明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也想登上更大的舞台，成为被更多人瞩目的焦点，但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去实现。行，那就祝你好运吧。谢谢。 真是个傻孩子。